形成感应的，这个是控制胶土在里面点钢板的图案的形成控制，松掉以后可以调节的。好，仔细看一下哈，啊，调下来一点就点下来一点，刚刚好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控制胶头出来以后点长平的形成的啊，然后这个平台可以调节的，我从这里调节，摇高摇低，啊，这个是形成控制这个刮刀刮油墨以后的形成，嗯，这个，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了。这个上下，这个前后，啊，上下，前后按照是前后走的，现在先刮一下。因为没放油墨嘛，是吧？好，有油养着的黄锈的油，就是一刷前添拿水或者是洗完水擦一下哈，还有水白电油都可以的，一定要擦干净。我看电影胶头也可以擦一擦哈，有灰尘。我操！你这么多杂质，我操！哎，算了，这个样子。啊，油墨倒到这里面啊，一次不要倒太多了。嗯，好，然后前后刮，按前。